泰 fighter 点负于鲨鱼狼小鸭总。2014年，穆伊泰四人淘汰时 KO 过 Victor， 然后胜过郑昭玉、克劳斯、张德正，这些我们都知道了。他现在面对一龙，一龙并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选手。好，一龙也跟这个伊萨对轰。好，一龙的小碎步其实蛮有意思的，小碎步上前来做一个铲球的动作。哦。一拳两腿，刚才一龙还了一个转身的边拳，还有膝上头，转身后裆，他蹬到了肩膀。接腿，接腿，接腿！哎，漂亮，一龙漂亮！好，往前破界。其实我们在看现在一龙的打法，应该说的非常的简单明了。好，踢不倒，但是呢再补一拳，一个膝撞。刚才那个膝撞非常的危险。好，裁判又是把两个人分开了。哦，双跳膝。注意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好，我者方志一